那么七月份的神户学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24K 黄金面膜。那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也是阿舍洛特的面膜，是水洗的面膜。为大家介绍三种面膜，我们先看一下短片，然后由我们的乌苏华爱多美的导购人为大家介绍爱多美的面膜优点、特点，请大家集中精力倾听。大家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我是爱多美的导购人乌苏华。在七月份的神木学院，为大家介绍了一种产品，是爱多美的26K 黄金夜晚面膜，是让大家的皮肤变得更加充满活力。不知道大家使用的怎么样？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每位会员的脸格外的漂亮，好像大家现在很好的做肌肤的管理。那真的用过24K 的黄金夜晚面膜之后，很多人都说对肌肤非常好，肤质也非常好，还有弹性，也有很多的好的反应。现在我们的爱多美26K 黄金夜晚面膜非常受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另一种阿舍洛特的产品。大家不要大吃一惊哦，不是一个产品，是三种产品，是一个一套的一系列的，是爱多美的水洗面膜三种。大家如果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会觉得这是一种成套的，可以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好的产品。之前的产品呢是睡眠的面膜，只需要睡觉之前涂抹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三种面膜是按照自己的皮肤问题，每天都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然后水洗洗掉就可以了。上次我们进行自动型销售大师研讨会的时候，为大家公开了水洗面膜，我当时在场，当时反应是特别特别激烈的。所以呢，现在大家一定要集中精力的听，大家期待已久的水洗面膜在8月23号下午1点通过直播秀正式推出，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呢？我使用三种产品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爱多美在肌肤方面是多么认真的，我的特别感动。喜欢护肤的很多人呢，容易会犯错误，不管自己的皮肤状态如何，做同样的护肤。说实话，我也是一样，连我这样的专家也是这样护肤的。但是呢，我们肌肤的状态呢，每天都不一样，就像我们的身体状态、季节、天气、场地和我的身体状态都会让我们的皮肤有不同的皮肤状态，所以每天都有应该都有不同的处方配方。那我们的阿舍洛特水洗三种面膜呢，可以非常简便的使用。比如说有非常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或者是早上一起来觉得皮肤很不好的时候，因睡眠不足导致皮肤非常干燥的时候，或者从旅游回来长了很多痘痘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我们的水洗面膜，保证大家会非常满意。那么我们现在详细的了解一下好吗？这是产品。那现在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跟黄金面膜一样，三种都有替换装，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在这里呢，可以直观的看到不同的颜色，就是按照这个面膜的种类，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都有不同的颜色，是来自于自然的色彩。艾诗洛特水洗面膜三种，从现在开始，我们一一了解一下。好的，第一个产品叫做百慕泥浆面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景，是吧？大家可以闻到新鲜的百慕的幽香吗？怎么样啊？是非常让人舒服啊，是能够让我感到非常舒服的背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面膜感受到同样的感觉。大家知道泥浆对皮肤有多好吧？可以去除毛孔和皮肤的代谢物的同时，也可以去除角质。我们把这个叫做治愈的土，是好长时间我们都用于护肤的土。当我们听到这泥浆的话呢，觉得有点土，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百慕泥浆面膜里面，我们还添加了时髦的因素。我们一看这个包装是不是非常时髦啊？十多岁的消费者也可以使用，因为这个整个设计包装设计也非常好看。我的女儿是初中三年级，她一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想用，然后她偷走了，拿走了。就这样，很多的女性都会喜欢我们的设计，大家同意吗？那么待会儿呢，我还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个质体，这个质体呢，质地是非常柔和的，使用细微的粉末，质地非常柔滑。爱多美的艾诗洛特百树泥浆面膜，不只是外表好看，里面所含有的泥浆是高含量，给皮肤带来非常丰富的矿物质的同时，也可以让皮肤屏障变得更加坚固。再加上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化妆品里面使用的泥浆到底是什么样的泥浆？我们使用的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非常丰富的法国欧维涅的泥浆。现在我们亲自来体验一下，一打开袋子，大家可以看到吗？在绿色泥浆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细微的柏树粉，不是大家之前用过的那种泥浆的颜色吧？里边还可以闻到这个柏树的新鲜的幽香。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质地。我在这里亲自用一下，非常柔滑，在这里一涂抹呀，使用感非常好。大家想象一下，我之前用的泥浆面膜怎么样啊？过了几分钟之后，这个会像干燥的土地一样，干了之后会掉粉，是不是？然后用的时间长的话呢，是就紧绷的那种感觉，会刺激到皮肤。但是我们的百树泥浆面膜却不是这种，是非常柔滑，可以让皮肤有弹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的方法，就可以直接涂抹在脸部，过了10分或者15分之后呢，就像我们躺在柏树林一样，好好休息休息，然后用微温的水洗掉就可以了。使用之后呢，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肤质就可以了。
我自己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大吃一惊，就是有及时的美白效果。这里面呢所含有的艾舍洛特真眼的美白功能，让皮肤黑暗的部分变得光亮，快速正确的渗透到皮肤内部，使皮肤变得更亮。现在我化了妆之后是油腻腻的，我的女儿也是。但是用了几次这个泥浆面膜之后，她说这个效果特别好。有些人呢，就是因为皮肤的油分泌比较多，会长痘痘，在三角区长痘痘的人，一定要用一下我们的产品。那洗完脸之后呢，脸部的油腻的感觉完全消失，只留下那种水润的感觉。管理毛孔的时候呢，我们的产品最有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临床结果，使用一次可以改善毛孔的代谢物改善以及皮肤角质改善，可以看到有意义的临床结果。一整个夏天我们都开着空调，那皮肤会变得非常干燥，也会长有很多的角质。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外出之前用一下我们的泥浆面膜，然后再化妆的话呢，就会有很好的使用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方法，用水洗的时候不要只洗，就是用手这样按摩。这样的话呢，柏树粉可以去除更多的角质，效果更好。在整理肤质的时候呢，特别有效。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呢？那么接下来的产品是法国玫瑰面膜，是不是有很，大家是不是有一些反应呢？能够看到后边的这个背景是不是？那我们在玫瑰园，能感受到吗？大家一打开这个产品的盖，就可以闻到玫瑰的幽香，就像我们进入了非常美丽的玫瑰园，或者是在高级的皮肤管理室那种感觉。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二个产品。该产品呢有保湿、镇定、凉爽的三种效果。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可以了。打开盖子，我们看一下，就像果冻一样的这样的质地，里边含有很多的小颗粒。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这是什么呢？有很多人都在回答，对的，就是玫瑰的花朵、花印，不是其他的花。我们只使用法国的100%的玫瑰花，再加上里面还有高品质的油。一克需要1500朵的玫瑰的保加利亚的玫瑰油，还有 Tamask 玫瑰提取物。我们在商超可以购买到很多还有玫瑰香的产品，但是人工玫瑰香太浓的话，很多人不太喜欢。但是爱多美的产品所含有的味道是欧洲花束里面的高级玫瑰的香味，不仅是香味好，还含有保加利亚玫瑰油里面的丰富的维生素 A 和 C，这可以有效防止引发雀斑、黑斑等黑色素的形成，有助于美白、镇定、再生。那有关皮肤再生，我们做了临床试验。
使用了之后，在皮肤镇定和皮肤降温有很好的效果。大家洗澡之前使用的话，效果很好。我们并没有只一次，我们使用了阿尔卑斯山山依云水，这个果冻质地一涂抹在皮肤的时候呢，有直接的冷却的效果，让皮肤感觉到冷却，然后再还有快速的保湿效果。我每次都会强调，保湿的同时还要管理防紫外线。这不是我们选择的问题，一年365天我们一定要防紫外线。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好方法，使用玫瑰面膜之前把这个产品放在冰箱里使用的话呢，可以降皮肤的温度。那么大家涂抹这个产品之后，洗完澡之后用微温的水洗掉，最后用凉水洗掉的话呢，让可以降皮肤的温度，而且呢同时也有保湿的效果。法国玫瑰面膜就如我们的百树泥浆面膜一样，也使用了美白的功能，然后让皮肤变得更亮，再加上这里有玻尿酸，可以让皮肤内部充满水分，颜色好看，香气也好，可以解决所有的皮肤问题。所以我们做提前试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想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请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高级的玫瑰香味的玫瑰面膜。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产品了，大家可以看到吗？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第三个产品到底是什么产品了，最后是蜂蜜人参面膜。一听到这个面膜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面膜。蜂蜜所带来的保湿的效果，大家已经都了解到了。阿舍洛特的蜂蜜人参面膜使用世界第五大蜂蜜，是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60年没有人员来往的世界清净地区非武装地区地带采取的100%的天然蜂蜜，再加上红山的最顶级的天山，在这里我们提取了水分，有营养保湿的同时，也可以改善也有抗老、皮肤弹性等很多效果。我再演示一下，打开一下，希望大家好好感受一下这个质地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这种粘稠的感觉就像一般的那种蜂蜜一样。我在这里还可以闻到蜂蜜的甜甜的味道。那么使用的时候呢，因为这里含有过多的这个蜂蜜，用这个好好拌一拌，我自己涂抹一下，用这样涂抹就可以了。怎么样啊？是大家想象过的那种吗？不是吧，之前用的太粘稠了，或者是涂在脸上会不会掉下来呢？但是爱多美的产品不一样，在提高蜂蜜的优点的同时，制作了更好的质地，是最好的配方。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稳定的一种质地。所以呀，大家就是涂抹在脸上，也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干别的活，也没有任何不方便的部分，也不会变得干。比刚才的两种产品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蜂蜜和红参包含在里面，一涂抹就有点温的感觉。那么，使用我们的面膜的时候呢，可以促皮肤的血液循环，给皮肤带来更丰富的保湿感。我不仅在脸部，还涂抹在唇部。在这里，在嘴里涂抹10分钟之后，好像用了这个润唇膏一样，有保湿的感觉。就像这，我经常。这嘴唇经常干燥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我推荐给大家这种使用的方法。那么在保湿方面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临床试验的结果。大家不要大吃一惊，只使用一次，跟水洗相比的话呢，改善率高达1214%。这是我从来没看过的数字啊！难道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因为使用最好的蜂蜜，所以有这么好的临床试验结果。我们看了这有意义的临床试验结果，只使用一次可以去除更多的角质的同时，让皮肤充满水分。在这里，最重要的成分当中的一个就是让可以提拉皮肤的阿舍勒特针眼的提拉的效果。大家记得我们的黄金夜晚面膜吧？大家还记得我给大家介绍的按摩方法，用手画 V，然后从下巴啊，您记得。就是往上这样，从下巴一直往上，我们一起做一下，像我这样跟着我来，从下巴开始。好的，就是这种方法。使用我们蜂蜜的时候呢，可以做按摩的话，可以提高皮肤的弹性。我给大家介绍了艾舍勒特的水洗面膜3种。使用3种我们的产品之前呢，请洗脸，然后把水分擦干净之后再使用。根据每天的皮肤状态，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那么像这样，像今天这样，可以同时使用3种。使用顺序的话呢，首先把皮肤洗完了之后，先使用泥浆，然后再使用法国玫瑰，最后给皮肤带来营养的蜂蜜红参面膜，这是使用的顺序。还有一个小贴士，我再给大家介绍几种方法。在使用泥浆面膜的时候，先涂抹。泥浆之后，在外边再涂抹我们的玫瑰面膜的话呢，可以让皮肤，可以给皮肤供应更多的水分，是一举两得的效果。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呢亲自体验一下，因为这个质地是比较有水分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也会销售我们的毛笔。如果大家同时购买我们3种产品的话呢，会免费送给大家这个硅胶毛笔。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正在招募体验官，在爱多美的这官方网站和照片墙可以看到有关的消息。
使用之后把自己的评价上传到自己的照片墙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送礼物，所以请大家好好多多参加我们的活动。那马上呢就可以购买我们的艾诗乐特水洗三种面膜，是针对我们的皮肤问题的好产品。谢谢大家，我是吴苏华。